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onny，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看的是 NCT 的李永清的一个视频。那么首先我们要看的第一个视频是威神威2021年11月15号 10 New Hills 加 PWN 的一个练习室的一个视频，那么我们就直接开始这个视频。很帅啊！哦，这个应该是他和成员应该是自己跳的啊，好像不是成员啊。他的舞蹈水平是挺强的啊，之前还参加过国内的一个街舞节目，有当过这个裁判啊，在偶像里面呢是非常强的了，身体的柔韧性也很强。哇，挺厉害的，他这个框架非常大。PMN， 非常的 swag， 就是感觉很帅的那种，非常有那种街舞的范儿。非常的脚步非常的棒，而且他这个一直都以这个麦克风啊保持一个唱歌的一个姿势啊，这个底下这个水平啊应该是找这个中心位的感觉啊。跟他合作的这些舞团呢应该都是这种非常专业的一个舞团啊，非常棒啊。你看这个中间放个水平，就找一个中间点，
很强啊，李永清的这个舞蹈功力确实是强。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视频啊，李永清，标题叫李永清高清版 Super M1 个人直拍，终于来了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我们来看看这个视频。Super M 也是一个 SM 家族最强成员的一个集合。大家就是在这个团里面呢展现最好的自己。黄衣服特别显眼啊。哇，这个舞蹈也是非常难啊，这个 Super M 这个团体的整体水平都非常高。它有点像我们那个内娱啊，这个创造营啊，青春有你啊，选这种限定的组合啊，但是它不是通过选秀出来的，而是说公司的一个制作人呢挑选这些最强的这种有实力的人，所以很棒。有时候也挺骄傲的 Super M 这个团体呢可以算是说有两个中国成员啊，挺骄傲的。哇，这高音，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听。不得不佩服这个李秀满是真的会选人啊，选的都是非常强的人啊，而不是说只看这个人气啊，选的人都很强，眼光真的好。哇，很棒很棒很棒。那么也感谢大家的一个观看啊，那这就是今天的一个视频内容，也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收藏投币转发一键三连，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开启小铃铛。那么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，拜拜拜拜。